你不认识神，神也很难走，因为他不改变他的爱啊，他先爱我们。经文里面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什么爱了我们，你看到吗？你看到吗？我常说，你不承认神的存在，神一直都存在，仍然存在，对不对？你需要科学人跟你说，空气有这个什么 oxygen 吗？对不对？他不跟你说，你也知道一定有，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存活，对不对？所以常说神就是那么真实。你有没有看到布置上 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all? 然后我的左边你看 glory to God on the highest, 荣耀归神，你知道吗？因是他配的我们的荣耀，配的一切的荣耀。其实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来有短短的祷告。慈爱的父神，再次谢谢你父，这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爱，父神，让我们可以从黑暗中走出来。走了出来，父神，我们也会纪念到，这不可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这一定有一位神在引领，在看顾。谢谢你，谢谢你，还是说谢谢你父神，因为你是配的，再说你是配的一切的荣耀。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太好，好，你还是需要听到。刚才我听到有个见证说，有些人还是很渴慕来到教会听到牧师讲道。哇，我说哎呀，我还有东西要讲，真的是受鼓舞。我说哇 that's encouraging。 好，我继续讲。今天牧师有一个短短的信息，叫做神的旨意。很多次人来问，很多弟兄姐妹来问牧师，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来看一组经文好吗？很简单的，这些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 ，OK， 16-18节。你看经文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什么？凡事什么？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或者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那么简单 ，OK。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做，或者什么都不清楚的话，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我们要什么？要常常行善，凡事什么？凡事谢恩，这样凡事谢恩。英文呢有一句话很容易讲，我们来一起来讲吧。英文呢很容易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是。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如果牧师说 God is good, 你们说 All the time, very good. 牧师说 All the time, 来试试看呢。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你们讲得很好，这还可以更好。我们来试试看我的左边 ，OK?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怎么可能人多还比少人都讲得这么少这么小声呢？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All the time，All the time， 还不是好，你的 God 不是没有这么好，再来试试看 ，All the time，God is good，Very good， 再来试试看 ，God is good， 哇，这个有力量，我要站靠那边，哈利路亚，就是神就是这么好。哈利路亚，真的是，你看呢，只有短短的两个重点 ，OK， 我们来看几组经文，先看来到诗篇100篇，诗篇100篇很简单，你知道，如果你谁知道诗篇有多少篇？150，对不对？你说150去背很难，就背一个嘛，100篇，好不好？100个赞。100 points or 100% of praise， 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一二三，普天下。
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大声一点。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第四跟第五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太好了。你看第四节，他用很多不一样的字去形容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要感恩，感谢神，对不对？称颂他，然后呢又说什么？称颂但赞美啦，感谢就是要有感恩的心，你知道吗？我常说我们来赞美神啊，不是凭着环境，也不是我们的需要，你说，因为神他是什么？他是配得赞美的。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没有人可以来到神的，即使你真的不爽，里面的广东话就好不爽，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还是要赞美他。 OK， 还是要赞美，因为你一切的遭遇神不需要负责任，你要记得这一点，你知道吗？神不做恶的，永远都不做，记得这一点。我们的神只有行善，他是好的一位神。刚才我不是跟你大声的叫你念 God is good， 忘了吗？这么快，再来一次。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永远都是是，这是真理。虽然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就是那么简单。神他是好的，他是善的。你看神，你看经文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因为耶和华本为什么？善，就是好的。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他是真的这么爱我们。有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可能很熟悉，来到了这处啊，他是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当用再一次好不好？慢慢念，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你看他都说了，英文更清楚。他说 ：“Giving thanks always for all things to God, the Father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他说一切凡事，对不对？不凭着我们的遭遇，今天高兴不高兴没关系，来到神的面前还是要赞美他，这样，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这，常常感谢父神。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感恩的心，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感恩的季节你才记得要有感恩的心，每一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常说你要经历神迹奇事在你身上，你就开口赞美他，时时刻刻的赞美他。你照着做，过了一阵子你一定会经历神迹奇事，一定连你想不到你祷告不到的事情你都可以经历，因为他是神。祷告是很重要，对，没错。我跟你讲，赞美更重要。你懂得赞美的话，你的要去祈求更有力量。你还没开口祈求，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了。经文里面说，你知道吗？所以你开口赞美他，
你说例子是好像你有个小孩子，如果小孩子他每一天来到你面前笑你说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 iPhone 18，不是八，还没出来的我都要，对不对？你说听了，你说你当爸父母的，你很，如果你有能力，如果是对他好的，你很希望买给他，对不对？但是如果小孩子他每一天就是来跟你说赞美的话，就妈妈你多好，我都爱他，不需要什么东西，你都想尽力的去买给他，是不是？是不是 Ariel？ 是不是？肯定嘛？是，他说妈妈我够了，嘿，你不够不够，还要两只手机，现在人家要两只手机，一只不够的，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为了我们有的爱，我们就愿意什么，愿意给供应更好的给他。神呢跟你说他的爱啊是无限的，你知道吗？ Limitless， 真的不是。那个要点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乃是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你知道吗？不断赞美他。你看，当称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那帐幕的时候，你外面人要进入里面，他一定要开始赞美神，你知道吗？你不可能可以进入帐幕靠近他那么近，因为那是神的同在。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应当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我们感觉神完全是恩典，不怕神，同样这位神他是公义，他可以行审判的，你知道他还是有仁义。好，感谢。所以第一点只有两点重要的。第一点，下一章，神的旨意， The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就是那么简单。第一点你猜的是什么？哎，猜不出，奇怪，那我失败了，试试看，猜的是，好，让他看的，竟然听不懂，看一看是什么。这就 give thanks， 要感恩的心，你知道吗？就是那么简单，你要有感恩的心。你看牧师来了这边大概一年的时间，牧师最喜欢回顾一年我们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常说我没有20年的时间或者30年的时间牧养一个教会，但是每一次我出现的时候，我的祷告是，神啊，你要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往哪一个方向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工，很重要。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就要经常怎么 review， 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跑错边了，对不对？你看 Jeffrey 就知道，你不可以等到电梯爬到20楼才知道，哎，跑边了，跑错了那一边，对不对？他在建的时候从底他就一步一步要很清楚什么 precisely 看到，对不对？建的时候他要知道到了20层的时候他不可以跑到右边啊，跑掉，对不对？一样，对不对？ miss a line 英文叫做。所以牧师有 每一次有机会就看一看，不是每一次，是每3个月半年的时候。所以来了一年，牧师想看，你想听一听牧师的报告吗？哎，为什么？想吗？想，对，太好了。我跟你说，我们是一群非常有爱心、也肯牺牲的，也是同心合意的一群主内的肢体，真的是那么好。你要这样，你要看，我们来看第一步。video 很短的一个 video 来回顾一下 ，OK？ 4月16日那个复活节的一个节目，好不好？好 ，roll the video， 谢谢。
可以停。OK， 你记得当天我们做了什么？一大早我们就聚集在这边嘛，对不对？坐 bus 下去，对不对？去尔湾跟他们一起有这特别的复活节一起的什么敬拜。你知道这些过后的那个场地，那个时候公园布置的准备的场地的功夫都不是我们不是都是自特别两几位弟兄姐妹们做的，你知道吗？对，当然了，今天你去公园了，还有这些坐着椅子，我就过去玩游戏。对，当然需要有人要么布置场地。你知道他们好几位啊，之前一大早就去准备了。还有还没有到的时候，两个星期之前，他们已经过去 ready 看一看场地要怎么用，你知道吗？你跟我说，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我看到他们的付出，真的不简单。我可能提的名字不是很完全，或者漏了什么人的名字，但是 Aaron 啊 ，Fisher， 苏博，还有 Alex 啊 ，Alex 不在。他们年轻人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掌声鼓励，真的谢谢他们，对不对？有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还有很多，那是不是要讲基础？八月的时候，8月26日，我们有这个迎新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去准备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印了什么 flyer 是什么？哎呀，啊？传单，对，印了那些 flyer， 就好几次，你知道，好几次要去拉文，不是要去，都去拉文的校园那边发传单，发那个邀请单，对不对？我跟你说，好，最少次去了两三次，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在做这些事工，我记得好几次我看到有爱华姐跟我去啦，齐明啊。Alex 也去了，然后还有 Peter， 然后被看到 Peter 也跟牧师去了最少一次，我觉得一两次如果我们没有去，但是那天我们去的就是没有学生，但是有机会坐下来聊了一下，所以这你看不到的，但是牧师都看到他们的付出。对，当天的时候那迎新会的时候，当然了，牧师是带着很大的盼望，希望有300人坐满了场地，对不对？3个人都不到，所以当然，如果你是我的，很灰心了，对不对？说哎呀，我们用了这么多时间、金钱，花了这些，值得吗？我跟你说，当天呢，我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参与这事工，我深深的受感动。Tony 跟 Amber 在后面都觉得很热了，他说那个 AC 那个空调要吹我，不可以吹另外一个地方，因为真的很热当天，对不对？还有我看到 Max， 你们看 Max 弟兄呢，他跑到二楼要把，因为我们只有两架可以打开的那个什么那个 AC 那空调，他说需要第三个，自己跑到楼上要推下来，对不对？我说牧师已经试过了，你开第三台的话电就会跳了。我说哇，但是你看，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不到的弟兄姐妹的这种参与，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我深深的受感动。时间到了怎么办呢？本来是希望有30个学生，3-5个都不够，怎么办？你要继续进行吗？我是牧师的 ，Debbie， Debbie 不在 ，Debbie 避开 ，Debbie 就来找牧师，不管了。是有没有人来也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一起来庆祝罢了。我说哇，有这种态度太好了，对不对？你说你对一个牧者来讲，哇 ，this is a good spirit， 对不对？我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有多少人来，3个就3个，5个就5个，反正我们有50个人在那边，我们一起来庆祝。我说 ，I love that spirit， 你知道吗？这是对的。我说哇，深深的受感动。我觉得真的是做得很好，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牺牲，不要说还有什么好几位可能去了提瓦纳短宣几次，对不对？最少2次，牧师去了1次，
对不对？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愿意去什么用金钱、时间、劳力，你知道吗？去到那边，你要扫他的场地，你说爱华姐的连扫把都不够，你现在我们有一群人到了那边，怎么办呢？做什么呢？然后真的做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还没有想到饿呢，我们有这个尼月弟兄已经在外面搂了一圈。哎，买了一些东西，哎，你们要吃吗？这个东西可吃的东西，他就去找了，就真的有这种爱心，我觉得哇，真的很受感动，你知道？还有小组，我跟你讲，我们的小组虽然教会只有三五个小组，但是牧师看小组的确有很多我觉得可赞的、可称赞的 ，Nancy 的小组也好。Ivan 跟 David 的小组，你要知道小组长不只是要准备诗歌，你知道吗？他要准备场地，对不对？你去到那边就有热茶喝吗？你到我家看有没有热茶喝，师母不在肯定你没有热茶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付出的准备，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我跟你说，你更看不到的，之前有一些每个人下班都累嘛，对不对？有一些冲突你没有看到，为什么牧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我做了很多年，对不对？我知道有时候刚刚好要有节目的时候，砰，就吵了两句三句，对不对？所以过后想，哎呀，要不要取消？打电话跟每一个头给一个小组成员说，不要来了，你们。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常说，我真的是很感谢神，他们愿意付出，愿意邀请。你看，因为你这样做，你愿意这样做，其他的弟兄姐妹就看到你的付出，你的牺牲，他们也什么受鼓励，愿意什么跟随，开放自己的家庭，你知道，慢慢的这样做，这都是美的，都是好的。对对，现在我们都有什么？我们现在，如果你错过牧师讲的笑话，你可以回去 YouTube 再看。现在我们都有 YouTube， 这主日信息都 post 在那边。你知道，有时候你没有看到的，后面我们有一堆人，工作人员 Owen、Edward、Jerome、Ivan 要回去，你知道吗？要花很多时间把那个整理一下，因为有时候牧师讲错话，他说一 po 上去，全世界人都听到，所以他为了爱牧师，就去什么 massage 了很多，所以感谢主，你知道？但是那些 massaging 需要花时间的那 editing， 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你注意到他半夜三四点还不睡的时候就有时间 post 上去，因为他要照顾三个小孩子，还有公司的事情要照顾，对不对？是不是肯定很累啊？不然隔天他就飞了，不知道飞去哪里。你问 Grace， 他去哪里不知道，就是这么忙，但是愿意做，你知道吗？是 ，This is a great report， 对不对？我问我自己，我有能力这样做吗？可能我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哎呀，还有两件事情很快的讲完。主日打饭去拿菜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啊，到时间菜就突然间感谢主出现了，天使出现把菜送过来，都要先安排，先说哎，排表啊，这个 timetable 是什么时候谁去拿菜。我觉得都做得很好，每一位，对，真的这很重要。还有准备煮饭，我跟你讲，牧师愿意煮饭，也愿意洗这个什么，洗那些什么，那叫 pot and pan， 对不对？掀锅啊，都可以洗。因为我做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年。但是你知道，每个星期爱华姐很早到，你知道吗？她已经七十几岁的一个姊妹，拿着那很 deep。有挺重的，又洗那米啊，准备饭。你没有看到这一点，我牧师看到，我就哇，深深受感动。每个星期，还有吃完饭谁要扫地清理呢？对不对？这位弟兄有时候他来，但是他不一定吃饭，
但是他愿意经历。哇，有这种弟兄你知道吗？这么早到不吃，但是你们吃完之后他愿意收集清理，把垃圾丢出去。你知道是谁吗？谁可以猜的？让我看看哈，鲁宾一样。所以是感谢主，对，有这么愿意牺牲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是很受感动？你看我都讲到流泪了，不是流汗了，不是流泪，真的很感动。可能太热了。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如果我没有提你的名字的话，我知道这不是因为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在人的面前我们看不到，但是神都纪念了，你知道吗？你说类似哪一种？我跟你讲，你私底下去探访的工作牧师不一定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对不对？还有你去鼓励其他弟兄姐妹们，你打电话，对不对？去关怀，去鼓励他们，这都是善事。对，还有什么？还有你为众教会、众弟兄姐妹的需要代祷，对不对？这都是你们可做的或做到的事情，不一定人看到的。对，所以我说，你们真的太棒，为你们欢欣，什么鼓舞，引你们为荣。我要写下来，不然我讲错。你看、啊、我要读着。对，我就哎呦，这句话我一定要讲。牧师相信，因着你们的摆上跟牺牲，你用爱行善，明年这个时间我们会一定有更多可庆祝和什么感恩的事，一定会。你知道，因为我们第二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不断的行善。第二点，这是神的旨意，就是那么简单。你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吧。因为神的旨意，再一次念，因为神。就是神的旨意就是那么清楚，你行善，行善是不是因为你行善而你得救？你知道吗？你要听懂这一点，因为你得救之后你要行善，这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你不要凭着你做的好事，所以神说乖，可以来天堂了，没有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们怎么？我们得救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要什么？行善，对不对？来祝福更多的人，因为神要使用每一个人，你知道，每一个人去不断的行善，神的恩典要加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就有能力做这事情。你看，刚才你也听到那见证，胡燕说那个弟兄跟他说什么，在车子等那车子来着拖车或者人家来接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还跟他用英文的讲的，他还听得很清楚。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即使是发生在我的家里的话，其他的人也会照样这样对我。这就是行善，他不认识你，陌生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有时候你的祷告，神派天使来回answer your prayer， 但是你不知道，你知道，这位天使是白人，又用英文跟你讲，下一个可能是讲西班牙话，你说哦，怎么可能一般听不懂，今天听得懂，就是那么奇妙，你知道，神就是这么爱我们，但是我们要那个人要愿意行善，就 do good deeds， 你知道，你一定要愿意，因为是神的意思。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跟第四节，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什么？蒙悦纳。哇，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是那么简单，这是好的。继续做好的事情，你继续传扬福音，
对不对？他在等的时候没有东西说吗？跟你说，哎，你去教会吗？他没有说你有没有去吃晚餐饼吗？对，他就问你，对不对？你看，他就借机会来传福音，对不对？你可以问很多事情啊，对，是不是？你怎么可能今天你一直开了这车子已经发苗有问题，你为什么今天来开？对不对？他可以问这种问题。哎，在等的时候，你有经常去教会吗？会什么认识主耶稣基督吗？就是这样。对，神的意思，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要继续这样做。我们不做的话，天使是不可能做传福音的工作。至少现在不是时候。记得要记得这一点，就是那么简单。OK， 你要行善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会 respond 回顾你对他好，对不对？不会，对不对？但是你要继续做，因为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慕道友要20年的时间。我们刚刚听到，哇哦，牧师也吓到了，有这么多20年的时间呢？但是神知道，20年零1天你就得救了。对不对？哎呀，神真的是这么爱我们，感谢主。不管是什么样，对不对？我们照样做。因为什么？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我们准备做总结。对，这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是我们一起念：我们行善不要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到了时候就要什么？可能是20年，可能是2天，对不对？到时候就会收成，所以你不要急，但是你要做，你的不要灰心。他说，因为他知道你行善呢，还是有可能会灰心，不要灰心，也不要什么丧志，对不对？太好，感谢主，我们来一起唱回应诗歌，好不好？献上感恩的心。神的旨意就是那么简单。第一，我们要常常有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因着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断的行善，传福音，让众人听到这福音，也认识真道，明白真道。哈利路亚。是线上。